好想把这个世界上存在但又不会发生的东西表达出来，说不定风也有他自己的心里话。我要去录好多好多不同的声音，把它们剪在一起，剪辑成一个故事。曾经有人令我觉得，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就算别人觉得蠢，也是值得的。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呼吸同样的空气，感受同样的温度，只要是这样就很满足了。你听见了吗？这是樱花飘落的声音。